情影响大家没办法出国，国内旅游顺势崛起。这个暑假，交通部推出了台湾仲夏旅游节，结合了13个国家风景区以及14个县市，总共有27个夏日特色旅游活动，与跨产业的跨结盟来合作，从本岛到离岛、金门，上山下海，更全面多元的主题，要让民众感受台湾夏季的魅力。搭配国旅补助，用优惠的价格，在后疫情时代，让民众重新认识台湾。